嘿，你画画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难把衣服画好呢？让我来告诉你一些秘诀好了。我画了一张图，新郎新娘穿着礼服在进行婚礼，一位调皮的小男孩在看着他们，但是衣服看起来没什么特色。我们来加上一点笔触，让衣服更加逼真吧。先画新郎，帮他加上领子，还有领带，让他更加有型。只要加上几个三角形，再加上有翻领的外套，哦，这看起来更加帅气。对，再画上一条，别忘了画上扣子，还有口袋。对，让西装更正式。还有，可以在口袋上画上一条手帕，外套加上一些皱褶，但不能太多。这可是高级西装，画一些裤线在这里，就好像穿西裤一样。再让裤边向外折一圈，像这样，好多了。现在我们来画新娘了，她的衣服看起来塌塌的，所以加上一些层次和皱褶。布料就像后面的窗帘，看到了吗？如果我们要画出垂钓的感觉，哦，这是个好方法。像衣服、裙子或者窗帘，对，还可以在后面画出一点来，就像这样。这里可以加一些花边，这里也加上一些花边，这里加上一点小小的设计，看起来更有皱褶的感觉。再加上一顶透明的头纱，这很简单，只要把线条画在图片上，看起来就像透明的。像这样不太正式的便装呢，就是这个小男孩把直线弄成弯弯曲曲的，用弯弯曲曲的线加入更多的皱褶，然后再加入更多的曲线，让小男孩看起来更加邋遢。看这里加上一些皱褶的线条，他的牛仔裤后面都要加上，还有他的帽檐儿。对，就是这儿，好极了，加上不同形状的领子，圆圆的领子像这样，还有深邃的袖口。接着把衣服的商标画在胸前，看那些邋遢的衣服胸前大都有商标啊，至少我的是这样。给他的鞋子画上鞋带，我的鞋子就是这样，旁边加上一个小小的商标，好极了，自己动手加一些衣服的细节，让你的图画变得更加逼真吧。